跟住佢。覺得邊度係好緊啊？左右手嘅感覺如何啊？唔熟，第一樣嘢，應該係有啲巴係抽出嚟，一個個去練到佢係完全唔使諗嘅。OK。咁另外就係呢個位，其實以前個老師有講過，真係。即跳的方法，但我在網上看到又好像另外一個拉法，所以我都不 sure 怎樣拉，是不是是啦，同埋跳的時候是應該用個弓的哪一 part 和哪個力呢，這樣次次都是嗨到隔離條弦咯，如果嗨到弦的話呢，要是呢你就右手很硬，變成呢你稍微一用力呢，動作已經很大，就除非是極小心啦，否則是一定會碰到。你覺係自己好像一個被動啊？誒，點解我成日會拉到隔離？但係你控制嘅喎，即係如果你同自己講，我唔俾自己揩到條弦，我唔可以俾自己出一個唔乾淨雜聲。只要你咁樣同自己講咧，你就話 OK， 第二步我要做嘅，我拉好細聲、好輕嘅，我唔好俾自己用死力。哒哒哒哒哒，可能佢好多指示佢都寫唔得曬咁多。如果唔係寫曬嘅話咧。就法韻譜就會好花噶啦，其實咧應該要響上半弓，甚至響弓尖嗰度拉。嗱，如果你響弓尖嗰度拉嘅時候咧，咁可以點樣呢，你就可以用少好多，你就可以用手指啦。其實用手指或者少少手腕就已經夠噶啦。你諗下，我可以用埋手踭。但你睇下，一用手踭係好容易碰到條線。咁如果我 OK， 咁我少啲地，我用。你睇我只是咁樣就已經拉到了喎。點解唔得咧？你睇下人哋佢冇叫我哋，佢冇叫我哋用 forte 啊，佢唔係想我哋用好大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咁咪啱曬啦，用弓尖。你打圈就我哋就喺度打緊圈，係一個逆時針嘅圈。所以咧個關鍵係你話呢一度唔夠弓，因為你需要前邊已經。保持在上半弓甚至弓尖，你保持弓尖的話，那你這裡已經在弓尖，那就實夠弓了。如果你是很留意那個音色的話，或者都可以給你提示，你覺得是一來很重，還有在這裡搞一下搞一下，跟著這支弓又重，那你就知道會不會有其他的，即如果你問同自己說會不會呢，就已經有會多很多可能了、會不會上一點又怎樣、這裡又行不行呢，其實他沒有寫，你不試又不知道、所以你要
你試咯。